以你们8月13、14是放假。不可以这样子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初一啦，我们七月初一一定要。哦，就后面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联姻，因为所以放假是不能让大家知道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们那两天放假是因为每年鬼门开，因为他万一要跟人家讲一些应酬话，说我们这两天没有空的话，就被你抖出来，这样很丢脸。你刚才说鬼门开怎样？鬼门开都你要去拜拜。前两年嘛，连续两年都有两年鬼门开都有问题，都有出事。什么事？像7月29号就是我摔下来那天，然后我没有拜拜。那天是开的第一天吗？那是前大前年了。前年，对对对。然后还有后来去年我就有一次就是肠胃炎，那一次他们两个去上通告。啊，都是鬼门开第一天。对，所以13号是鬼门开。对，今年是7月初一。对，8月。所以就放我们假。偶像也在 follow 这件事哎。我很喜欢。本来没有的啊，后来就。可是你鬼门开在家也是有可能出事啊。呸啦，没有啦，只是就是希望就是公司就让我们就是休个假这样子，尽量避开一些不是，希望公司可以摆脱责任啊，就出事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有道理，想到华言。I love you so much。所以你们现在其实还蛮喜欢鬼门开的吧？没有啦，可以放啊，我会搞。这个先给你介绍。OK。哇，这么有水准，看大象的眼泪啊！哦，大象眼泪我也有买耶，我也有。不错，也蛮会选好书的，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你看到中间，所以你们三个里面应该只有 Ella 包包里面有书吧？等一下就给你看。有，我们三个其实都会看书哎。我在培养自己看书，大概几个月前开始。黄历，刚好我摆的是周刊。不可以吗？有看内容吗？来啦，快过来吧，有看内容。你不要害他。对呀，哎呀。我在开 over， 我绝对不会念出来，啊、真的不可以。你撅，快点撅，你在干嘛啦？多过分的事情是感情的吗？没有啊，只是我觉得这样很不舒服、啊。不会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。我跟你讲，不舒服的我绝对不念。不行，我帮你挡住，老婆。你跟小 S 讲好，就是他看了以后绝对不能。对，你怎么 hold 不住啊你？好 ，S 先放过那个手机。就已经只有精彩的手机可以看，包包里一定有东西、啊。包包不用，包包没有什么东西。又是狗，怎么会需要法律师的那个啊？是有时候在工作上遇到，有时候人家会递名，又想要告公司，又玩神经病。是也蛮值得告的哦，你不要乱教人家那有的没的。唱片公司现在师弟是星光帮哎，哦，那个是杨宗纬吗？对啊，有没有受到？有没有受到威胁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杨宗纬私下跟你见过了？有见过。你知道星光帮连上了报纸好多天的头版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啊。我们公司下面都有 SNG 车。那你们发片没有受到影响吗？就本来应该属于你们的版面就被他们占掉了。不会啊，说到这我都没想到呢。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。你咋检查好心？你是教官吗？你没有了，没有东西了。那什么？其实应该检查不到什么了。没东西了。好啦，不要查人家电话，他有粉丝，你得罪不起。好了，所以你们有在爱杨宗纬吗？不会爱啊，为什么爱？他唱歌真的蛮好，他唱歌真的很好，有在欣赏他的歌声吗？他唱歌真的很好听。Hebe 的 Selena 包包 ，Chanel 吧？啊 ，Chanel 对不起，你刚刚说 Selena 讲错了，围巾。哎呦。我觉得 Hebe 的一定很难看，很难看啦！而且我手机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真的不用看。真的都带大本书。怎么打不开啊？你们念的书怎么都这么难念呢、啊？好厉害哦，德语课。老婆，你说德语课是这本书哦？对啊。我一直以为是德语，就是语就是汉那个语，课、是什么课？捷克的课，我以为是德语。哦，你以为是一个人名是夏语的语啊？我以为是阿德语阿克之类的。没有，我上次就跟他讲，就是这个。就是是什么样推荐你的吗？还是自己在上面找 ？OK。哇 ，S 他们真的很爱念那个后小说，很厉害，可以撑很久后小说。OK， 通告表。天哪，这好像是机票。机票对。这真的没有东西啦，全部都清干净了吗？这真的没有东西，可以不用花力气。陈嘉桦，你的有东西吗？算了，后面买东西的收据。花了多少钱？好像10000多吧。OK。这个有点比较丢脸，不像女明星的。Yeah。我看看，感冒药，嘴破的药，
双眼皮贴布，对，是贴出来的、哦。我本来就哎呦贴的更爽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啦？信卡里面的简讯呐、啊！啊，不行啊！看着 Hippy 一脸焦急的样子，他的手机中到底藏了什么天大的秘密呢？贴出来的、哦。我本来就哎呦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啦？信卡里面的简讯呐、啊！行啊！啊！幸而没事，帮我抢！没事，老婆快点，快点，老婆快点，老婆被攻击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架住他了，架住他！推他乳站，推他乳站，快点，推乳站！快点，老婆来推乳站，你不推我推了。我不是大胃友哎。西弟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有一个哥哥还是什么的、嗯、哦，对，说祝你情人节快乐、嗯，然后说，怎么跟你是你男朋友吗？没有，那不是你哥吗？我哥啦。啊，真的哥哥啊，真的我亲哥哥。内容不是很温馨吗？对，贵。那为什么要那么紧张？对、啊，我不知道，其实我还没看清楚。他没有看，他忘了。我只是现在心跳很快，然后很。那你现在看。他只是说你要交男朋友的那个对象要好好要给他鉴定过才能交。哦，真的吗？哪有？看一下，所以有一个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所以有一个他不会这样子跟他讲的，真的、啊。有一个你在准备中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信卡里面会有那个，就比较傻、啊。你说我厉不厉害？我科技小天使，科技小天使。而且你们很贱，一个人进攻我的包包，我在狂介绍之余，然后你就在那边看我手机。你手机内容已经算很弱了。哥哥只是提醒他说，啊、这个人要先鉴定过才行，对不对？这什么内容在这边？是不是还蛮温馨的吧？哦，虽然不知道。哦，好险吗？没有。不会下一封是精彩的吧？是精彩的。哇！要慎选对象，要我鉴定过才能什么把妹妹交给他。嗯、OK。所以你以前是被人家骗过，是不是？哥哥，对啊，希望妹妹。所以你有哥哥哦，你有哥哥哦，我有亲哥哥。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到什么秘密？干嘛？是不是下一封就是精彩的？没有，下一封是。哦，我在说他妹啦，在说他妹啦，他妹妹啦。Selina，你只要透露什么性质就好，不要讲出内容。什么信？你刚刚跟他咬耳朵是咬什么？我就在跟他讲到拆封的内容，所以等下是完全不能让观众知道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等下说他妹啊，那就是他妹啊。真的拆封，你理啊？我知道是不是你绯闻对象那个女的？不是啦，真的不是，你疯了。内容。你是看到宝贝情人节快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是我妹、啊。吓死我了！我看到第一秒也吓到。不是那个什么阿碰的哈？不是啊。手机里面有周杰伦的简讯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有周杰伦电话吗？一定有吧。我们都有啊。真的、哦，给我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还有名字的。谁？我还有曾国城的，你要不要？我有。你怎么会有曾国城的手机？我们都是客家人啊，我们都被抓朋友了。你会跟他联络吗？他之前就是他不是做那个手模吗？你跟你的手机很不熟哎、欸，你在我们节目查手机干什么？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 SHE 私底下的秘密吗？明天还有更精彩的。独家曝光 SHE 的性感睡衣，让你喷鼻血啦！所以里面还会再配内衣内裤吗？没有啊，里面都不穿啊。里面就是全露啊。嗯。那第三套应该是马英九的。今晚10点，中天综合台康熙来啦！副镇长。